跳舞对于你的意义是什么？我从小就喜欢跳舞，能够站在这个舞台上给大家跳舞，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。我也为此一直努力着。在这里，我还想感谢一个人。 他是我的一个好朋友，因为之前发生了一些事情，说你呢，所以我差点想要放弃。是他一直鼓励我，让我坚持我的梦想，所以今天我才重新站在这个舞台上跳舞给大家看。我很喜欢你这个舞蹈。 我干点什么呀？你干点什么呀？你啊，什么都不用干。像你们这些大明星啊，就是脏活累活什么都不用干，你呀就干一点什么细活啊、干净的活，这些你都不用干，你就边上看着。什么大明星啊？我今天只是通过复赛而已，那决赛什么情况我还不知道呢。可以，那我觉得有戏啊。哎，知道。 干鲍和鲜鲍的区别吗？什么区别啊？这个鲜鲍啊，在大排档里其实就是一盘小炒，但是通过熟成啊、干制啊之后，最后列为八珍，成为这盆菜里的第一位。你也一样啊，通过这么长时间的努力啊、坚持啊，我相信你也一定会站到那个大舞台上，进入决赛 C 位出道的。 谢谢你，王哥。不客气，彤彤。好恶心啊！听你这么叫。哎呦，吓死个人啊你！来喽！来了。来。哎呦，王老板。哎。哎呀，辛苦了，辛苦了。今天各位尽管吃，尽管喝啊！我请客，我买单。耶！好，谢谢王哥。大气。 谢谢王哥，谢谢王哥，干杯！干杯！来来来，来尝尝王老板跟一彤的手艺。啊，别别别，这都是王哥的手艺，跟我没什么关系。王老板，我来你店这么多回，今天是最高兴的。我说老弟啊，你什么时候能把这大明星变成老板娘啊？ 那个，我们俩是哥们儿。
那既然你们是哥们儿的话，可不可以给我一次机会啊？睡觉了啊！不想睡，你们你看，我是娘，有几个像我这样的好哥们儿啊？没几个。没几个是几个啊？就你一个。别闹了，别闹了，别闹了！别！我错了，我跟你拜把子，不是好兄弟、好哥们吗？对。好兄弟不有得这么闹吗？别闹了，我说错了，对不起啊。你说错什么？我喜欢你。请问还记得初吻的味道吗？那是蜜甜的味道。您好，请问您还记得初吻的味道吗？哎，先生你好，请问还记得初吻的味道吗？黑人的味道。得嘞。